本节目每周二周五在干净世界独播，欢迎订阅精英论坛在干净世界的频道。日本气象厅发布这个巨大地震的预警后，中国的绝大部分媒体啊，包括央视都有各种各样的报道。大地震的可能性其实只是几百分之一。印度有个小神童叫阿南德，他曾经预言过说下半年日本可能会发生大灾难。日本的这个旅游胜地住宿遭遇大量的退订。日本人有三怕，一个是父亲，一个是火灾，一个是地震。日本这个防灾这个意识特别强，是世界上发生地震频率最高的一个。他们唯一对付不了的恐怕就是海啸。地震发生以后到海啸来了，最快的话大概就2分钟到3分钟，如果是发生在晚上，几乎没有逃生的机会。英文中的海啸这个词就是日语中来的，历史上日本有记载的大型海啸有40-50米高啊，日本经济社会基本上当时就被摧毁了。对，请订阅精英论坛在干净世界的频道，本节目每周二和周五在干净世界独家播出，欢迎大家关注收看。